Hello，大家好，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周深卡布时期翻唱的歌曲《山路十八弯》，这里集合了周深六七个版本的《山路十八弯》，不同时期、不同场合的卡布，这是仗着唱歌好听为所欲为的唱。周深还要说晚安，就这声音一出，你让粉丝怎么睡？先来一起听一下周深的翻唱吧。适合发给妈妈，让妈妈在各个群里面发。妈妈，你听到了没有嘞？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了呀！耶，大山的子孙，大山的子孙。好了好了，够了，我累了。睡。以上就是周深卡布时期翻唱的歌曲《山路十八弯》，是不是很好听？这里有卡布时期的正常翻唱，西929成都闹铃版，了不起的长城版，直播间的减肥版，早饭版，妈妈版，以及王牌综艺中的几句。有粉丝说，现在听开头一个哦，就感觉深深要叫我起床了。直接脑补到你浪个还不起来呀。还有网友说，天使的嗓子这么用居然也不会伤，我随便喊两下都嗓子疼，凡人果然不能和神仙比，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周深的原因吧。不过说回认真的，周深的歌声就是人生乐器，好听到没有词可以形容了，谁听了都会上瘾的，他就是上天派来的天使。周深给了生米布丁美梦般的青春时光，周深追赶世界，生米布丁永远追随优质偶像周深。有位布丁说，我是声音粉音饭，我通过歌声了解了他，正是他不屈不挠的对音乐执着的追求成就了他，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这么美妙的歌声。看过他的坎坷经历，善良的人都会心疼，希望他在追求音乐理想的路上得到更多好人的呵护。